刘嘉文跟谢亚军竟然敢安尼设计我，好啊，拢卖我出去，那无我绝对让恁好看啦。啊！卡蝶英，阿你去回来啊？好，阿你去哪去？别个安尼，你是不是在外口不适应啊？还是你不甘离开我这個，会请你留下午茶的贵妇？我今嘛的马上请你饮下午茶哈，下午茶。你看，哦，下午茶，来来，我请你饮。不会啦，饮啦，不会啦，你唔敢我，我你饮。啊啊，你个囡啦！不是害我吼惊一个跌倒，我嘛袂去找伊算账啊，嘛袂有后来代志。嘿，你爱怎样啊？我若不是看在伊那个份上啊，我嘛袂去接伊出来啦。伊想我是学较乖，卖去做一挂无名其妙的代志啊啦。你今麦讲这话什么意思？你的意思是讲我跌倒来若无你的囡仔，我的死活你都不爱管了是不？对。所以上好是较安稳的，莫阁去惹亚军遐的人啊啦。若无我真正唔知影要安怎继续甲你做伙。安怎？即摆是后悔甲我结婚啊是无？我甲你讲啦，我才后悔嫁你咧。你家己想看卖，当初你需要我的时阵，爱利用我的时阵，对我偌好，我讲啥你拢好。即摆咧，卡袂着，就讲歹听话甲我骂。蔡正祥，我真正目睭青眉，才叫你这个无良的查甫人啊！你目睭青眉，我才目睭青眉咧！啊，我跟你做伙哦，母甲大家都讨厌我啦！四姑娘讲啊无唔对，伊这白骨精哦，谁跟你做伙，谁着衰到甲来啊同款啦！蔡正祥，你你小查某啊！你若是阁继续起痟，我就甲你送登去疗养院，让你永远无法度出来，安尼阮外口的人就安全了啦！亚军，你的手真正会当叮当啊！我阁叫是讲，这是卡连头个歹去，我袂讲咧，我那是真实的啊！安娜，你是惊着啊？是？我即马就是要赶紧好起来，才会当登去天威集团，把阮爸的心系煮好掉，袂让你这种小人提起啊！哎，冤枉啊！我所做一切拢是为着天威集团好啊，而且我的手头嘛是有天威集团的股份啊。你若真正安尼想，你敢会对记者讲遐话来伤害天威？我看你根本就是替海王一步一步，想要把天威吃掉。啊，不过我认为我讲的拢是事实吧。刘嘉文，你的留在天威集团嘛是有目的的。我只是替所有的股东讲话尔。哇，即摆权力遐尔大，我跟你讲，海王不是一个简单的人，伊找你就是想要利用你。我可劝你。赶紧把海王手头天威的股份全部拢提回来，要落无时间，你啥物拢无，甚至天威拢会让伊规碗捧去。俊杰就是上好的了呀。我才袂参像伊共款嘞，既然要替港党来做代志，就要听伊的话啊，爱参像我共款，听伊的话，顺伊的意，安尼自然哦，伊袂亏待我。听伊的话，顺伊的意，迄是讲，免你操烦啦。你顾好你家己就好啊！还有，其实刘嘉文讲了真有道理呢。若是港党会真正把天威集团规划放放去，安尼我就害啊啦！